吸烟会大吗？会大吗？里面的吸烟？大嘞。大。嗯。算了，看他前面最前面一排也不会说看得很清楚那种。哦，不会很远啊，比较远一点啊，没有这样靠近。是咯。多少钱一张 ticket？ 昨天我们看的时候，一张是20。一张20。嗯。可是有跟我什么分别呢？我只是去那边看到，哎，它有 different price， 然后整个叫什么细节点，然后就给我们看到，哎，一张是20。连进去，然后进去的时候，进去看的时候，那个人就问，是吗？我是。premium 还是什么？啊啊！然后就不懂嘞。哦，就是说，应该是20是普通的 ，premium 的话会更贵。看你的 ticket 咯，你买的时候还有加了，chocolate bar 给你了，就没有了。但是，价钱来讲就算贵了。他这次还有没有那个前面第一排有那个Osim 的按摩椅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啊，以前他的 C N 有，就是前面第一排按摩椅，就是那个天王椅啊。嗯。然后好像是以前啊，很久很久了，多少钱？15块啊，以前。15块第一排按摩椅。啊。划算的，以前啊15块，我觉得还是划算的。如果你讲以前的 C 票，大概普通的来讲7块一张。7块到10块，12块一张嘛。如果只是15块一张，这么不划算，也是划算。没有，应该没有了。我只看到他的那个机票有3个价钱。小孩子多少钱？一样哦。啊，一样啊。哦。哇，我们有问到有没有大人小孩的，也没有嘞，一样。我这样子不是不划算，你还带你的小孩子进去。哦。那你可以还坐我的脚哦。哇哦，刚刚的事情，刚才没有了。他们全部都是叫 Volkswagen 的车，然后全部一起上来一起玩的。下完了喽，现在就出海边。
个铁明白对呀、啊、人家人家拿了将拿将多钱来投资，他聪明，他先开 Sky Avenue， 他先赚钱先，他不要把它弄好整栋弄好了才开，他开一半一半先。哦、是免费的，这次知道没有？我是住宿的，应该是免费的。因为现在还有free房间吗？是啊，啊，很小间的对吗？啊，很小间的是吧？嗯。Double one应该是 standard room 来的。我们在哪？在 Double two 是大 Double two 啊。Double two 是 deluxe， 它的厕所比较。比较窄。